老铁们好啊，再给老铁们拍一个简单撒网教程啊。这是咱们这个钓到四米的最新款的网啊，北京家乡县优登品渊丝干网啊。咱们看看开顶效果能不能开顶啊，试一下。一圈儿两圈儿，还一网没撒呢，不用做追星了，简简单单呐。往里边大概40公分吧，拿了多少卡紧，然后在里边套网线，大概40公分啊，膝盖的位置我斜上方了，慢慢理啊，新手不用着急啊，理网的时候不怕仔细啊，一点一点的往上走。这网我估计那第二网才能开顶，我估计头一网开不了顶。理到最后啊，理到最后斜上方，下边2-3挂网兜，抓在左手啊，退点网线，形成一板在手里边啊，形成一板，然后放下，大拇指挑着底缸，食指压住底缸，还有这一板线，我往这儿反过来，看一下均匀不啊？看一下往这儿均匀不？都让它外翻，往这儿啊，都让它外翻，打不准啊。嗯，来，咱试一网啊，看效果。来，我想这网，三网头一网，这俩圆啊，俩劲儿，就在这一块儿。慢回身啊，小点劲儿，慢回身，不要求打远，要求把网口放开啊。11点方向翻手腕，1点方向同时撒手。干网一开到底，开到顶。老铁们啊，一网没扔呢，这是新网啊。这是咱们最新款的网，快拽上来吧。咱上不上鱼？希望成功，老铁们点点红心。还有啊，这今儿总吃排骨，今天又打了。爆网去了啊，下去了，啥时候？距离拉近一点。你这一天一天玩儿总没错是吧？上哪儿去了？你这再打一网都完了，没处打去了。你这再打这一网都没处打去了。不中了，他跑大场子弄一网，一溜的都溜出多少米来了？爆网是肯定爆网了，你都是这么打，最少得少三网，又爆网了啊！这我瞅这网有5斤呢。我大哥说了啊，偶遇喝桃林，这网有5斤，没有5斤，有2斤吧？2斤是有。十万啊，他不了。没试头啊，咱是一。哇呀！哎呀，我操！低了嘟了，你打哪儿跑？咱总打的是会打，知道打哪儿我似的。又满了啊！不，我这还那个伸绳儿，个儿大，伸绳那个儿大。对，前身刚才从脚底下这打一网，个儿都小。我连搁这打了就往走了，咱打不着。啊、嗯！你家我也往老沙子捞了。伸水是疙瘩，都是个燕头。你这家伙，你这家伙，大头花，嗯，真好。使去吧，香个跟头啊！第三网，太紧了，这一网，操！桃花都搞了。优登品渊丝半只网眼啊！老铁们啊，老沙同款，钓兜四米，半只眼儿，
就往这木当石头。